主料：长丝瓜500，鸡蛋2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麻油、大蒜一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丝瓜切斜块，鸡蛋打散，热油多，大蒜煸香，放入丝瓜翻炒，加入适量清水，焖煮10分钟。水开后加入蛋液，加盐调味。出锅后放入麻油，烹饪技巧。鸡蛋类的菜不要加味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